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悠悠音响共和国总编辑冠成。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在慕尼音响展上 STEX 的展间。好，可是呢，各位往前看，没有看到一只 STEX 的耳机哦，还有有旁边有。好，这些 STEX 耳机呢，其实不是是最重要的这个展示，实际上最重要的展示呢是在这个房间里面。由于 STEX 呢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，好，所以如果要试听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不然在很吵杂的环境当中呢，再好的 STEX 耳机你也听不出它的好处。所以呢，在外面所陈列摆放的这个 STEX 耳机呢，全部都是静态展示，只是让大家试戴看看是不是舒不舒服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真的想听啊，请随手开门进到这个房间里面自由的试用。好，以上是悠悠的音响共和国在慕尼黑音响展的采访报道。